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雄市场频道。今天依然是下大雨的天气啊。对，那今天要来干嘛呢？哦，今天要来采买，家人都在上班哦，所以就由我来负担起这个责任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出去买卫生纸啊，一些有的没的哦，日常生活所需。对，那我今天要挑战的是我不骑车。我们今天就不骑车，我们要用走路步行的去买。那目前离这边最近的大卖场大概要走路3公里吧。今天影片就是要带你们一起去雨中散步一下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啦。那我们来散步喽 ，Go！ 好了，各位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这雨超大，太夸张了。哦，淹水了，这个脚，哇塞 ！Oh my god！很夸张哦！各位，这就是一个瀑布啦，哈，瀑布阶梯来着。其实这样雨中散步也是蛮有 feel 的啦。我们现在选择这条路是属于比较少人走的地方哦，所以没有车哦，可以比较安心一点。连续下了3天哦，好多事情都不能做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外面。走走吧，给你们看一下溪水暴涨是怎样的情况哦，大概就这样子吧。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。啊，这个风，哇，我的裤子湿掉了，裤子湿掉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，采买完毕。哦，提的东西感觉更难移动了，更难拍摄了。我现在大概完成了整趟旅程的3/5的了，快到家了。啊，真的好痛哦！好，先上，太麻烦了，很啰嗦啊。成功到家了，啊！耶、yeah, ，太神啦！也为了庆祝这趟旅程的顺利，我买了一罐香槟来庆祝。耶、yeah, ，大成功！哎、欸，哇、嗯！呀、哦、呗！ Yeah, 成功耶！